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黄瓜不要老是拿来凉拌着吃的，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吃法。这样做出来的黄瓜清脆爽口，下饭又下酒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两条清洗干净的黄瓜，把头尾稍微的切掉一部分，因为头尾有一点苦涩味，放在一起会影响口感。接着我们再把黄瓜对半切开，现在是黄瓜大量上市的时候，也是一年当中最好吃的时候。然后再把黄瓜切成小条，一条黄瓜大约分成四等份就差不多了，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。接下来我们把里面的瓜瓤全部处理干净，瓜瓤我们也不要丢了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用来凉拌着吃。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再把黄瓜切成片，片我们也不要切太薄，大约在两个硬币的厚度就差不多了，如果切太薄的话，那样炒出来的黄瓜就不脆爽了。黄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叶绿素，经常食用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。做法也有很多种，经常食用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接下来往碗中加入两大勺的白糖，我们这里千万不能加食盐，如果加了食盐，我们的黄瓜腌出来就不脆爽了。加入白糖之后用手抓拌一分钟，使所有的黄瓜都能够裹上白糖，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钟左右。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腌制好的黄瓜。现在的黄瓜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我们来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黄瓜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一些白糖全部清洗干净。经过白糖腌制过后的黄瓜非常的脆，怎样弯曲它都不会断。接着我们用手稍微的翻拌一下，把表面的一些白糖全部清洗干净，然后再用力控干水分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只有把水分完全的控干，我们炒出来的黄瓜才会更加的入味。来，我们再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，首先把五花肉的猪皮全部切掉，因为猪皮有点硬，放在一起的话会影响口感。接着我们把五花肉全部切成片，片我们尽量的切厚一些，大约切成0.5厘米左右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把五花肉切成0.5厘米左右的小条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能使五花肉更加的受孕均匀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碗中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子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我们也可以适量的多准备一些，增加黄瓜的蒜香味。片切好以后，我们再剁成蒜末，蒜末我们也要剁小一些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蒜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去皮的老姜，我们把老姜先切成厚片，然后再切成小条，最后全部切成姜末。老姜可以增加食欲，全部切好以后放在蒜末一起，喜欢吃辣椒的，我们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小米椒可以搭配颜色和增加辣味。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姜蒜一起，接着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香葱，我们把香葱切成3到4厘米长的小段，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料汁，空碗中加入1大勺生抽，
然后再加入半勺蚝油，接着加入一勺食盐调味，然后再加入一勺鸡精，接着加入少许的白糖和少许的佛跳粉，最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的化开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然后下入切好的五花肉，开小火煸炒，首先把五花肉里面的水分炒干，然后翻炒两分钟左右，把五花肉炒至微微发黄，炒出多余的油脂。接下来把切好的葱姜蒜也倒在锅中，再次开小火煸炒，炒出葱姜的香味和小米椒的辣味，然后把腌制好的黄瓜也倒在锅中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翻炒，充分的把黄瓜里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黄瓜的香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鼠点个赞再走呗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大约翻炒一分钟左右，我们就把料汁全部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使所有的黄瓜都能够裹上料汁。很多朋友炒黄瓜的时候喜欢焯水，其实那样营养很容易流失，也有些朋友喜欢用油炸的方式，那样油太多吃着也不健康。然后下入切好的葱段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把香葱炒出香味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小炒黄瓜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这样炒出来的黄瓜清脆爽口，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黄瓜里面加了一些五花肉，吃着还有肉的香味。总结一下，黄瓜千万不能切太薄，不能用食盐来腌制，只要记住这两点，炒出来的黄瓜比饭店的还要好吃。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每天都用最简单的食材分享实用的家常菜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耐心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